全佑公，河北大兴人，学艺自杨家太极拳始祖杨露禅及其子杨班侯，第二代吴建全宗师，长传父以后，为吴氏太极做出重大贡献。即第二段是腰跟胯，第三段是膝盖，都有一个很基本的要求，是很重要去研究太极拳的重要技能。以微向右侧前方倾斜，重心落于右脚，接上是不停，身体右转，胯带动右手和左手向右侧滑弧，至右前方时，右手内旋成立掌，掌指斜向右前上方，随后重心后移至左腿，胯带动两手后移，掌。全佑公，河北大兴人，学艺自杨家太极拳始祖杨露禅及其子杨班侯，第二代吴建全宗师，承传父艺后，将拳架。